逃出神秘按钮之房，上。哎呀，早晨和夏天的解定能力怎么比想象中的要好这么多？这该怎么办呀？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。我应该把他们关在那种让人犯迷糊的神秘按钮房里，那里可是怎么都解不开的地方呀。他们将会永远的被关在那里，不见天日啊。什么什么？这里是聪明绝顶捣蛋王创造的房间了。聪明什么呀？完全就是呆瓜一个。夏天，我都听到了。这里可是我费尽心思创造的独家超级无敌的按钮房。你能逃出这个房间的方法是，就是找到有且只有一个的逃出按钮。作为提示，按钮的机会只有三次哦，只有三次啊！哼，好你个捣蛋王，居然都搞出这样的房间了！哼，我可是名侦探夏天，到现在为止。可没有我没有逃出过的密室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好笑，只有一间。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见。这么多按钮里面，一定有线索的。哼，让我来看一下。没有啊。你以为我会那么容易的让你逃出这个房间里吗？这次什么提示都没有啊。什么嘛，你居然都没有提示，所以难道要靠运气吗？这也太不靠谱了吧。看来只能靠我的感官了。第一个就要用我最强的感官，我的双眼。这里有很多蓝色、绿色、紫色、橙色，但是只有一个红色，那么肯定就是这个。难道这个不是逃出去的按钮吗？这个分明就是捣蛋王的脚臭味。对啊，我好像